莲花都不觉得我今天问你的问题很唐突吗？哪个问题？你说你过世的那个问题吗？对。今天这个人问我说，他过世的话，我会不会帮他直播什么告别式哦？傻笑，你在问什么啊？靠腰、哦。那时候莲花问说，你想的话可以啊。你想的话可以。我就回答，如果你想的话可以、啊。为什么？我操！欸、我很认真哎、欸，没有在跟你开玩笑。你要问这么可怕的问题啊？你怎样吗？米基？没有啊，欸、我在想说，如果哪天我真的什么出了意外过世了，那我想要那个、啊、开放，就是什么，就是你知道那个遗像上面挂着那个 Life 2D 的照片，让那个观众献上粘香啊。要怎么知道他想？现在就问他想不想啊？怎么知道他想？现在就问。不然呢、欸？寡妇跟托梦是不是？现在就问他想不想？话说他已经还活着的时候问就没问题了。感谢收视一百小七点。现在的年轻人真可怕。年轻人。嗯。啊，对啊，你为什么要问这问题？嗯没有啊，我只是因为那天跟那个观众就是聊这件事啊，哪件事？我在想，就是聊到生老病死嘛，然后我在想说，如果我告别式的话，我就会想要开一场这样直播。可是我身边有谁会？我身边的人又不会开实况，我只能委托一个愿意帮我开的人啊。然后我想说 KSP， 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不是就是你可能要跟我家属联络吗？我觉得 KSP 来我家的路上，但观众应该抖内吗？所以我要找一个体力比较好、比较愿意做这种事的，线上白宝，冷静，冷静，靠，我的妈！讲到来说，请把所有抖内的收入给陈哥，谢谢。祝他的孩子长。烟花冷静，烟花冷静，烟花冷静，烟花冷静。怎么了，烟花？你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这么嗨？不是我脑子有画面。什么画面？羊癫疯。抖内法师影片。他在想什么？突然变得好不正经哦！但这会被，这会不会？被遭天谴啊！天哪！我那时候还想说，哎、欸，图奇有说不能够直播告别式吗？其实没有，但是那你很少人会有。你可以当第一个的，我可以当第一人啊！我突然想到，我朋友问我说，为什么那个遗照都是不孝的？我说我以后一定要放个毕业的。哎、欸，现在很多都有孝的啊，现在很多都对啊，一定要毕业的，一定要毕业。Nico，你在头上那种，你要快快乐乐的离开，不要哭哭啼啼的。嗯，要开开心心的。对，开开心心的。慈母。对，开开心心的。慈母。没有，因为我想要办一个就是现实的家属的，然后再后来就办一个那个 Life 2D 的。想的有点远哦。好久了。不管。因为有人要帮我架那个啊，跟直播，不管烟花就交给你了。反正 你如果没办法，我有委托爱丽丝了。那你，搞呀？那你要事先先写好流程啊，不然我们怎么知道？对啊，我还是我应该要先给我老公你们的电话。讲太早了，没有梦想，不要这样，米奇太早，太早，那你们要怎么联络啊？哎呀，我好苦恼、哦。不可能，太快了，嗯，不可能，哎、欸，很难说哎、欸。如果说真的有一个什么意外，然后没有办法照着我想要的，这不是有点遗憾吗？那你要先在那之前把你照着你想要的走完。啊，我先写一个企划书给你。企划书？写企划书是什么鬼哦？流程。呸！呸！人都没了还在做效果，真的。人都没了。
抖内白包，天哪，这个钱要是暗藏起来会遭天谴。真的哎，人在做天在看，米基也在看。你怎么了？我在看啊，你们抖脸前面给陈哥，我就每天去梦里面诅咒你们，骚扰你。图姐还超沉呢、欸，真的、欸。那个下面有我的账户，我汇款到这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统治世界。